欢迎来到潮 Jeans 最喜欢的上班穿搭风格 Business Casual 的路线，也就是专业但是同时保有适当的舒适度。同时呢，因为它是比较 oversize 的设计，就很轻易可以穿出那种法式慵懒感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只眼镜其实还有超级多小细节的哦，让整体看起来更细致更有质感。